时而激昂慷慨，时而轻谈浅唱，两男一女不止得个嬲嘅。罗文威、范俊豪、张远文，三个臭皮匠。Can money love? Everybody tells me so. Can money lo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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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ay you don't know by the rain. 得啦，得啦，老師，夠啦，夠啦，夠啦，哇！真係 hello， 我係三個臭皮匠，我係范俊豪，我係羅文威，我係張遠文。哇！牧師做咩咁興奮啊？你冇啊，因為你咧帶協我介紹我去睇你嗰咩亞洲周刊同埋信報嗰啲咁嘅講法啊嘛。哦，係啊，我係唔可以用錢嚟到衡量嘅。點解牧師會咁興奮咧？因為即係最近好多嘅新聞咧，其實都係同呢個婚姻有關嘅，都係同錢有關嘅喎。即係譬如話，亞洲周刊有一期就講呢個光棍節啦，即係講內地嘅時候好多嘅年輕嘅單身一族，即係佢哋求偶嘅時候，其實喺錢嗰個方面咧都係有好多嘅執着啊咁樣。但更加之有趣就係話有一段新聞就係、是、啊之前信報提過，就係話有三成嘅港女收入超過伴侶咁樣。咁佢係根據咧係一個嘅國際投資公司嘅調查嚟嘅，係去作出嘅。但睇完呢段新聞之後，我就會諗，喂，呢樣嘢點解可以係成為新聞嘅咧？咁事實上，我在教會圈子裏面咧，即係見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女性收入高過男性喺一對嘅夫婦情況都唔少嘅喎。喂，就你哋兩個，你哋係咪都係咁嘅情況咧？其實牧師講先啦，我都唔瞞你啦，實不相瞞，我太太嘅收入都係多過我嘅。阿遠文咧，我教書嘅，教書一般嘅收入會比較穩定啲嘅。咁我就穩定過我老公咁啦，咁就多過你老公啦，都係咁啊！真嘅喎，即係我今日咧，即係今朝早嘅時候，同我教堂裏面咧，其他同工傾偈嘅時候，發現咧，我又同三個嘅男同工去傾偈嘅時候咧，佢哋都不約而同同我講翻咧，冇錯啊，佢哋個太太嘅收入咧都係多過佢哋嘅，咁啊多過佢哋都唔少添嘅。咁於是乎我又問佢哋啦，哇！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拗撬啊？又或者咧會覺得咧，因為太太收入比你多嘅時候咧，於是乎又自卑啊，成之類。哎，好奇怪喎、啊！好似個報道咁樣講咧，嗰啲男性咧完全冇感覺喎、啊，冇乜所謂啊。軟軟熟熟嘅飯應該係好好食噶。咁當然唔係咁講嘅。咁但係佢哋咧就覺得，即係我哋即刻咧就好鬼熟靈咁啦，於是乎咧就攞咗啱啱呢個咁嘅馬太福音裡面嘅一個比喻去講啊，呢、這個主人咧就有五千兩銀子、二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咧就俾唔同嘅仆人，咁樣咧唔係在乎五千定係二千定係一千，你只需要咧將五千好好去運用，二千好好運用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忠心嘅一個叫做仆人啦，所以咧。就是屋企嚟嘅喎，點樣忠心仆人、啊？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即係可能丈夫有丈夫自己嘅恩賜，太太有太太嘅恩賜，可能太太嘅恩賜可能係喺理財啊，或者係呢個咁嘅揾錢方面好啲嘅時候，咁、於是乎佢咪盡力去發展嗰方面，可能。調翻轉頭個老公咧持家有道，或者管教子女咧係好啲嘅時候，咪由佢嗰多方面發展咯。咁最緊要就係將自己嘅恩賜忠心嘅發揮嘅時候咧。咁就已經 OK 咯。點啊，牧師，你而家嘅恩賜呢、這個牧養牧群羊嘅恩賜係咪都可以充分可以發揮得到咧？喺呢個配搭之下，當然係天衣無縫啦。不過我相信咧，最緊要咧，其實莫過於係愛啊！即係因為愛能夠遮掩許多嘅罪。其實咧，點解我頭先咁激咁樣喺度咧喪唱呢個 Beatles 嘅 Can't Buy Me Love 咧？因為我相信咧，愛唔係可以係買，愛亦都唔係一個 product， 唔係一個產品嚟嘅。相信咧，夫婦之間嘅關係咧。好似今次呢個報道裏面最緊要關心嘅就係嗰個政治嘅關係、婚姻嘅權力嘅關係。其實金錢的而且確咧，可能女性係比男性攞得更多，但係其實最緊要就係如果雙方之間咧係有愛係存在嘅時候咧，一切好多事情都可以化解嘅。咁啊，我當然都唔敢反對話，即係愛林。我能遮掩許多的罪呢個講法啦，不過我又覺得可以咧，即係再諗得複雜少少，就唔好咁快跳到去一個 conclusion 就係話，哦乜嘢都係我能遮掩嘅咁樣，可唔可以唔用遮掩呢個講法，而係話愛幫我哋去解決或者去接受一啲嘅情況咧？因為如果你好快就跳到去用一啲嘅詞匯啦，或者熟練嘅詞匯啦，去包裝啦，哦呢、這個係你嘅恩賜啊咁啊，嗰、那個係我嘅侍奉，其實好多時候咁樣咧就係、是。
掩飾咗嗰個人嘅真正感受啊。其實我諗無論男揾多啲或者女揾多啲咧，即係喺香港一個生活壓力都幾大嘅城市底下咧，除非你真係好有錢啦、啊、否則嘅話咧，一個維持一個家庭咧，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啲經濟嘅問題或者壓力嘅。最緊要就係兩夫妻有咩唔好受嘅時候咧，或者心裏邊有啲疑惑嘅時候咧。是能夠即刻坐低去溝通，就冇諗住，哎，一係愛嘛。如果我質疑佢嘅，咪即係我唔夠愛佢咯嚇。啊，佢侍奉嘅喎，佢大曬嘅喎，我唔能夠及佢嘅喎，我要頂硬上嘅喎嚇。無論係幾瀟灑嘅人都好啦，其實我哋都係社會嘅一份子啊。即係始終而家嚟講咧，個社會都依然係有啲覺得，哎，男人應該咩頭家嘅。然後喺教會嘅圈子入邊，會覺得，哎，佢去侍奉，我哋係應該個個都要鼓勵佢嘅咁。我唔敢話錯。但是另一方面，我哋每个人都是罪人啫。两个有缺陷嘅人摆埋一齐，去维系一个家庭，系会有爱。但系呢个爱系咪等于真系遮掩嗰啲嘅罪，还是系让我哋接受对方即系嗰个嘅条件或者个限制咧？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去结婚组成家庭嘅时候，即系大家有一个嘅认识，即系知道大家彼此嗰个嘅服侍啊，同埋嗰个收入大概系点啊？咁呢个系。是好緊要，但係即係當你之後嘅時候，即係始終十件事總會有七八有兩三件或三四件，大家未必同意。你喺嗰啲時候，你話攞之前嗰個共識出嚟當 trump card 咧，其實就即係已經係即係失咗個意思嘅，即係話啊，當時傾咗話服侍噶嘛，咁其實嗰啲就反而係即係變咗大家嘅關係仲會傷害咗添啊，會係。冇錯，才女遠聞，你講得好啱。愛呢個字，我哋真係唔可以咧亂咁用，成為呢個免死嘅金牌。因為愛本身咧並不是一個 jargon 嘅中文係即是係術語，術語係啦，即係唔係一個純粹一個術語咧嚟到去做一個擋箭牌，乜嘢嗰個愛字愛字愛字就解決到。因為咧，我最記得一樣嘢咧，就係咧我新婚嘅時候咧，咁啱當嗰陣時咧就正正就係我嘅恩師沈書仁教授咧流離之際。咁嗰陣時咧，我哋兩夫婦咧就特登咧就搭飛機去到美國嗰度去探望佢嘅時候，喺我哋臨離別之前，我記得我太太咧曾經去問過啊 Dr. Shan 啊沈書仁教授，因為佢我哋嗰陣時仍然係新婚啦，咁所以佢就問下到底一對嘅夫婦點樣可以愛一生一世咧？點可以維持一生嘅愛咧？咁當然，我嘅恩師佢嘅答案係相當之精彩。佢話俾我太太聽，愛其實當然唔係感覺咁簡單。我哋所講嘅愛咧，啊當然我哋都識唱歌林多千書第十三章，愛是恆久恩愛有有仁慈，愛是不擇刀啦，係咪啊？所以愛咧並唔係純粹我哋坊間所講嘅嗰種嘅睇法，愛係一種意志。講到意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生活嘅每一天咧，我哋都要面對掙扎。爱都要面对选择，爱其实是要我们一路一起实践出来，它不是trump card，而是我们夫妇之间要共同实践经历，要努力经营的冒险来的。所以其实即系睇翻成个嗰个嘅关系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大家喺你嘅身边嘅朋友里面，有时候譬如佢系有呢方面嗰个嘅问题或者呢嘅情况，你唔好想话，你系咪爱佢啊？爱就已经可以解决晒一切，真系唔系啊，而系话当你系大家有问题嘅时候，是不是可以是有一个的态度怎样一起解决，甚至或者一时间解决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怎样的暂时去 let go， 即反而在那个地方才是看到那个爱出来咯、啊、就不是特登说一直将 trump card 打出来那就已经是赢晒了这样。没错，不如我们一起唱啦，喂又来一次。好啦好啦，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啦。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